既要下决心啊消除绝对贫困，又不能啊把胃口吊得太高。你好，中国，就是赵西呢。我做很多采访，很多很多很多，所以在一个采访，我有一个错误，所有人问我，如果我可以用中文。金钱看齐，墙上写着金项链的三十。二岁了撞个当朝，驸马郎的齐君王啊满皇上的回。二岁了撞个当朝，金钱看齐，墙上写着金项链。心中的太阳是吗？